活动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轴戏，要正式进行我们的揭牌活动。我们请我们的主委啊，跟我们的何主任呢，我们一起带领着现场的长官后方，对，到一架到后方进行我们的揭杯揭牌的活动。我们今天有刘晓春老师的书法跟石雕作品的揭幕。请那个石雕大师啊，这一位大师呢，他的墨宝，要不然我们的石雕大师呢，郭老师呢，他怎么样把他的墨宝精髓用在石头上？啊，各位来宾啊，我很荣幸完成你们的心愿，把刘晓春的墨宝放在石头上，留给后代子孙孙孙，可以欣赏书法之美。很高兴今天是我们客家文化馆的75周年庆，那嘉荣市长其实对于客家文化是非常积极在做很多的推动，那我们的文化馆的成立今天其实有非常特别，我们刘老师他把他的书法之美刻在我们的石头上，可以流传后世，那今天有两位诗人的客家诗集的一个发表会。接下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副市长，向林副市长感恩共情激发鼓励我们，谢谢。开卡好恭喜我们今天客家文化馆第11周年，哇，你看过了10年，其实转眼很快，那其实事实上11年来客家文化馆做了非常多我们客家文化的推动跟保藏，那这个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客委会的主委，因为他从乡长到现在就是我们客委会主委，其实是很大力的支持跟推动。开始开好，开始开安坐。今天我们比较特殊待会呢我们有一场这个叫新书发表那就是我们客家诗人呢在早期客家诗人呢他的这个作品。1、2、3赞赞不求利禄明年进为爱挺书乐事由今天出去呢闯关活动今天早上如果你闯关活动有闯过三关的话有东河就拼谁的样三关都是得了哈进行的是我们这次是由客家文化馆有办一个卡色江江摄影比赛，英雄比赛，成绩看怎么样，好不好？我们加注的得奖作品是谷子佑，得奖的两个作品是光宗耀祖《半月池之美》，第三名得奖的是林景菊，得奖的作品是客家宗跟木色。来，请上台。第二名得奖的是徐家金，徐家金得奖的作品是《卡卡奇》。第一名得奖的是李静怡，作品名称是《美轮美奂》。来，我们请主委来为我们颁奖。哇，我们第一名的奖金有6000元的礼券呢！哇，太赞了！来，我们从佳作谷子佑、光宗耀祖跟半月池之美，好，给点那个英雄的作品都客家文化馆里面都有展览哦。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哦！来，恭喜！
今天的活动总算圆满结束。十一周年的管庆，我们下回见嘛。下回是十二周年了，好，谢谢各位，谢谢。